算是那种毛衣线衫，不会到超厚，不会到超薄，就是这样披着小披风的概念哦。整个就是披下去，它没有所谓的手袖，那它很可爱，是做这种连帽式的，所以大家在驾驭上比较不会那么难。它就这样简简单单可以围露里面你自己搭配的衣服，确实能够保暖哦。小披风的话绑起来是这样，然后不绑的话就是这样。两个垂下来，这边是做一个手袖落肩，而且这里是做宽肩的，超可爱的哦。你看手感，它是织毛衣的哦。好，一针一缝的织上去，质感非常的好。不喜欢穿太厚重的衣服，然后想要就是有点保暖效果，你就可以买这件小披风。我刚刚有搭高领的，有领子的，衬衫的也都可以搭，然后或者是圆领的都可以搭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哦。那我就穿了一个大学 T 的感觉，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领子，所以呢如果你平常有穿衬衫的习惯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然后弹性都非常的好，然后可以搭大学 T 披在外面。就可爱的。